这人物都穿得很漂亮，这基本上就有点冷感。嗯，所以我从各种不同的角度，这也可能是导演的想象啦，什么这种方向。今天也还好，那我又从同性恋的电影上面去讲这个，整个电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。哦，这个有一些意思。可是到要投票的时候，都不是，就是他们让他们兴奋的是一些别的电影，有不同的理由，所以也很抱歉，很难去往下推。香港片倒是不需要，我大概要跟他们讲一下这个杀手片，70年代、80年代怎么来，怎么从法国来，怎么这大概要稍微讲一下，然后讲究哪些东西，还有他们要冲出杀手片做了二十几年了，那个调调差不多做腻，他怎么样再弄个新的东西，这大概我都能讲的我都讲。那他就是这几个评委，因为来进来都是好片，而且我想那个片子基本上是很好的片子，就是他们没有一种兴，就是比起其他的那种兴奋感是比不过，所以这两个我就只能做到这样子。那你像看到黎巴嫩他会很兴奋，或者某些东西他会很兴奋，那他如果没有兴奋，我也像那个什么斯里兰卡那个片子，那大家都看那个印度导演要讲什么，他没有讲什么 ，OK， 我们也看不太懂，有没有 Sanskrit 啊 ，Ramayana 印度神话、印度教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搞不清楚的啊？这个我懂啊，就是大家都逼着他问，他讲不出什么，他以前的我也看过，他还那印度导演都不讲什么，大家就算了。那我可以讲的我都讲了，不过影展评审就是这样，那也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的国家一定要赢，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。有没有你心中好片都是好片啊？遗珠之憾，有啊。可以讲一下麦克莫的那个片吗？出来之后反应吗？我觉得洛尔的我没有办法给他讲，我觉得有些遗憾。那每个人都有两三个遗珠之憾。大家都要 compromise， 都要妥协，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能拟出来最合理的一个名单，我们全体赞同，全部签字，一团和气，就是该讲的我们每个人都讲了，为什么拥护这个，为什么觉得你拥护的东西有缺点，都是讲得明明白白，非常斯文。洛德我觉得是有遗珠之憾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说服人家说很大一部分地方是很 boring， 或者说你已经了解他要干什么，你还在盯在那边看，就是他那几套东西，就人家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也不能说他不对。那久而久之，那拥护的不用讲了，大概都知道这个。女主角，他的女主角没有在 discussion 里面吗？有啊，那也有人认识女主角，觉得那个没有什么。就是说这样子那癫，台湾叫癫这样用的啊，好像内部很多东西，那有的人会说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，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。那另外三个意大利女主角很精彩，还有那个菲律宾片那两个老太太我也很精彩，就是讲这个女主角就变成不见了，我觉得是有点可惜，就说连一个奖都没有沾到，是我自己觉得很可惜。那可能也有另外一两个有这个同感。 White Material 我蛮喜欢，也是觉得也是，这些两个都是女导演，今年的女导演特别好看，很动人，又勇敢又动人，然后电影又特殊，还有第一次导演，这两个现象我觉得真的我没有碰过。那个我也推不上去，但也别人也有推别的东西推不上去的，就是大家都蛮公平。那个就是那个中心，那个整个非洲的世界是太动人了。可是就是那个法国女主角在中间老是，是不太，你说不过人家，你喜欢人可以是讲什么理由，他这样，可是你就是你真的摆在桌上一样一样讲的话，你也讲不过，知道啊，算了，我觉得有些可惜。那每个人大概都有至少有两部，觉得不光是沾上奖的边，
大奖都应该的，这都是商量的结果。我没有去让人家投票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有点冷，不太人性，而且会有一种抵抗心理，说你投谁我投谁这样，所以我都是用商量的方式再去引导他们，我就看看形势是怎么样的。所以没有投票，没有投票的过程。没有说几票对几票，我结果一个都没有这样搞，到最后几乎要弄一个，可是后来就，然后那个人也被说服了，都是用这么商量的方式，我觉得是挺，还蛮好的，蛮文明的啦。我不喜欢投票，你要用投票，我第一次有投票，就是你喜欢的都投上，我们就这里面讨论。就那个有投一下票，可是票数最高的，除了黎巴嫩以外，票数最高都没有拿大奖，所以投票我不觉得是准。